都满三种颜色，不相信帮他拍张照片，他的愿望早就达成，每张照片都是彩色的呢。左手边，左手边的美洲野牛小宝宝也有闹过笑话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之前有客人问我，你们的狗长着灰色毛的，你会找老王哎？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子讲，一狂狂一狂狂有宝宝，狂狂的，黄瘦的，爸爸妈妈黑瘦的，那你是找老王生出来的啊？其实那是他的保护色，他坐在地上一动都不动，就是跟泥土一模一样。长大可以打架，那个颜色就会跟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一样，变成黑色的牛了。美洲野牛的存在跟一家人息息相关。一家人靠着他的肉填饱肚子，一家人靠着他的毛做衣服、做棉被，甚至搭成帐篷来保暖。连那个脚底下一层黄金，一家人都不浪费。当然，当然，我们需要的。那不用买瓦斯。白人发现这件事，白人想让一家人挨饿，没东西吃，没衣服穿，甚至没地方住，就疯狂计划性的猎杀美洲野牛，让他们几乎没地方住，无所不住，再见。1905年，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立下呼吁法，今天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美国活兽。2016年的5月9号，奥巴马总统将它列为美国活兽，它们代表着美国的发展史。有人说它长得像《西游记》中的牛魔王，大家觉得呢？好，左手边哈库纳曼塔塔牛猪这边更多了，有七只哦，至少有七只。右伯村总共有14只油猪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油猪，到了傍晚都会回洞穴。他们回家相当的有趣。